我要六千蚊。八十号天桥顶。咁睇普通嘢啫，但咁啦。我要六千蚊啊！我要六千蚊啊！我要六千蚊啊！到底阿健系抗议紧政府，佢唔够十八岁，定系未住够七年呢？六點零鐘收工嘅時候咧，就行過亞加路街落尾道嗰時咧，就見到啲人圍觀啦。咁我就行望下上邊，點知咧有個後生仔就喺度係咁嗌要六千蚊。然之後我都唔知咩事，啲警察啊、消防就開始氣剪啊、封路啊，就一路擾攘啦。然之後咧，就啲飛將軍就喺度引開佢嘅注意力嘅時候咧，就成功捉翻佢落地啦。實情係阿健三十歲噶啦，本來約咗外籍朋友 William 喺條橋度見嘅。有消息就话阿健同朋友夹咗100万开 band 房，但就蚀清光。事发前同 William 嘈过几句，究竟关唔关事呢？警方问匀佢屋企人同 William 都冇头绪啊。